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。江一成因为陆离的离开而悲伤难过，满世界的寻找陆离。此时导演安排工作人员客串来往的路人，而真实的幕后是就是让大家在走 T 台这个声音，他们都这么走进去，不能入镜，我在这儿走。这个 T 台太小了，承载不下我。好冷，我导演也要走啊！哎呦，我也想，你们俩一路走，一回来，他们都能控制住你们。导演都一走，来不能让我走，我也想走。戴个口罩就可以了。半个天才。走，你怎么这么努力？我可以走吗？走，走，走，看看。他在干嘛呢？他在悲伤，他在戏里，对，他在戏里，他在悲伤，他可能失去了我，所以在悲伤。